我真的觉得我们这边这个程咬金是会玩的呀，就应该不停的帮这个程咬金，才是明智的抉择。哎，这好像又能玩了！哎呦，真的是。他们的韩信被我们这样搅着就玩不了，这花木兰就死了呀。这就莫名其妙又能赢了，这个韩信要气死了。嘿，这个韩信被一直逼着打。啊，我的天，这把能赢都是程咬金的功劳啊！程咬金他那个卡血量卡到最后，直接是把这个韩信反杀了一波，这个韩信就没节奏了，我们就翱翔起来了。我就跟着程咬金走，好吧？果然爱与正义就应该跟着他。我们打他也好累呀，我天哪，算了吧哥。这就有意思了。哎呦，他还是把他杀了。哎，不行啊，这个程咬金不能倒啊，这程咬金必须活下去。你主要是我也不敢顶那一下，我顶那一下，他那个一技能不停的刷我们两个人，我们就彻底打不死别人了。我顶他一下，打不到秒杀的效果，就没有意义了。给他一个盾，这韩信现在就很痛苦了。我们这，哎，别！我想跟着程咬金走。他为什么有个梦魇之牙？他怕谁回血？应该拿暴君去了，也没拿，都没管。打着牛魔不现实吧？真的，不是人人都有个酷。哎！这个连空！很可以啊！完了，他技能空了，算了吧，技能空了还打？
哎呀，麻辣！哎呀，这貂蝉就上天了，好烦。我点错了吗？我点的撤退，怎么又变成发起进攻了？根本就打不死啊！这貂蝉无敌了。心累。本来觉得要赢了，又没了，太可怕了。这两个法是把我们打爆了，难。好，感谢办卡朋友，谢谢。在打巅峰啊，不能双排的，打巅峰双排作弊了。都没人要位置，选了个阿珂。A lot of scars.
还是有懂的呀，这个廉颇还是比较恶心的，贴到这个武则天脸上包啊。哇，看到这是两坨肉我就有点怕。发胜率，哎，别闹！怎么可以在这种时间点发胜率呢？这不是害队友吗？这一把就废了，都还没怎么打就废了。不要丢技能，回一下蓝。看一下，出这个冷静缩减鞋，下路要打仗。别，阿珂全部去了。我真是拿命在上。哎，这辅助为什么没过来？啊，我，哎呦，真的是血亏。我刚才一推，好像把三个人都推残了。都没后续伤害。这一下他们到四级拿双 buff， 哎，又要把我按在地上锤了。没大呀。哎，扎克卡着我，真的不敢打，好吧？这不反打死他们，那还玩个蛇？我真的是要被压崩了。阿珂，哇，真的是恶心。
我现在只能站在中路了，不敢出去了。我们现在是劣势，他们拿暴君多两个人头不好打。对面的尖叫听起来爽翻了。推倒，这人死了吧？这也不死，怎么搞错？喂！啊，我怎么这么惨的呀？这个二技能把他推进去了，他……哎呦，气死我了！真倒霉。无脑三连，太累了。你别说，你说怕不怕？开大招二一，诸葛亮接个大死了。我这一盘就肯定要被无限针对的，你放心，他们会特别疼爱我。哈，抓我，抓小妖怪，抓，为了反制他，我要出个极寒风暴，可不可爱？有没有办法打死我好吗？现在中路又不能出去了，我如果拿个蓝 buff 我真的可以随便补兵，但他们现在就是无脑三连，我把他控了一下，不在。这个蓝 buff 是不是可以给我？谢谢。好了，我有这个蓝 buff 了，朋友们。教做人呢？小妖怪都在哪？都在哪？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先刷中路兵。有蓝 buff 就很自信了呀。阿珂在哪？啊，我真的很怕阿珂，阿珂一套连招送我归西的好吧。可以。就推一下，这个人又要死了呀。然后带中路，不急。他拿塔，这边拿主宰，我先把中路兵线给压过去，压了再说。我有冰心了，他秒不掉我了，你后面再补帽子就行了。哦不，补面具，打肉用的。对面的
纯科球不急。打个被动出来，再见了，直接把球往里面扔就行了。现在少一个人，这人死了，他开了个大招，留了，假的吧？我现在没大，我的队友说要撤，那溜吧。阿珂好像在，你有蓝 buff 就随便这个二一一拿着丢。阿珂在下路，不急。想一下，打暴君，自己家蓝快差不多了，等他拉吧，他拉我接个大，拉了接大，全部炸死了要，这个位置太好了呀。他这个拉一下，我接个大招，全部被晕一波，打出一波被动就完了呀。上高地了，一波了吧？应该一波了。哇！我的武则天只有11%的胜率，怕不怕？你慌不慌？下一把。搬英雄，先把14332333搬了。18%了，看来我太妄自菲薄了，居然有18%，可恶，难受，问题不大。木兰不玩尽了吧，烦得很，有啥好烦的。上厕所，
我让他去上路，我去下路，我们这一群先锋军，峡谷先锋，都是先锋。哎，你挂机就不好了吧？可以。我打谁啊？我打老铁。你觉得他伤害抢得到吗？啊，这么痛的，过分了吧？别锤我！对啊，这个连招很标准的。哎，好痛啊！这个人对线。别吧。这就差一步，我真的是醉了。我买了双鞋居然滑不过去，这一刀滑下来一血，好吧，人头就有双 buff 了。可恶。我就不应该过去了，但是我不过去这波肯定炸了，他们追得太深了。哎，三级打四级不好吧，给个机会培养吧。痛痛痛痛痛痛痛。他没法师，我看出来了。他们派了一个百里守约中。哇哇哇哇哇哇！这都能死，哎，我刚才屏幕怎么滑歪了？这啊，这是啊，请求集合。放马过来吧！
什么鬼呀、啊？难受。九级双 buff 的神仙，我真的是招惹不起。打不过这个兄弟啊，这打了他永远比我高两级，我真的没办法跟他打好吧。比较麻烦。
个大招怎么好的这么快啊？他这个波团最起码放了两次大吧，我的天哪，这个人可以，我感觉这是个老狂铁吧，这么会玩的。太可怕了，我觉得他要不想一想，我觉得他打不过他，主要他那个盾对他没用啊。啊，这个狂铁这个兄弟真的是有点强，顶出去，顶顶顶他，哇，真的是急死了。真的是妖怪吧，这大乔也是会玩的，一天到晚来笑我。哎，太可怕了吧，会玩的大乔还是很恶心的。他放个狂铁过来打一波，然后把狂铁传回去，然后狂铁再过来，哦，真的是妖怪多。你别说不难受，他现在就是要么放典韦过来打一波，要么放狂铁过来打一波，打完后就传回去。别，不可以吧？哎呀，我真的是，哎呀，真的是急死我了。别吧，啊，这又把人叫回去又送过来。总感觉他有大招，有没有搞错？这个人丢了几次大了，我真的是醉了。这也太难了吧！
气死我了，主人不停的回血丢大。这狂铁备战可以看一下呀，暗影战斧不昂征兆，不死鸟之眼冰心。哦，他比我有钱，我说我怎么一下打不死他，都是一万经济，我这个八千的人跟别人打，哎呦，我急死我了。你说他跳不跳？他这里丢个二技能，哇！哎呦，急死个人呐，真的是！他一串子弹就打不了了。冰心还有没有用呢？感觉没什么用了，还是不祥征兆吧。不祥吧。哎，讲道理啊，这个狂铁玩的是还不错。现在我们就还是跟着这个张良走，张良捆一个秒一个就行了。哎，主要这个大乔真的是太恶心了，我真的是要吐了。好烦呐、啊，这个大乔。应该一波了。啊，没兵线，哇！出复活甲还是无尽战刃呢？
哎呦，把我血量都放下去了。哎，这怎么我倒了？这其他人都活着的。哎，完了！哇，好好好好，别倒了一波的。我这复活甲好啊，这无尽大刃好呢。回合制了解一下。不要反甲，来个飞天金身，你别闹啊！这后面加分就加的少了呀，这加一分才16分。他们后悔，无所谓。为什么我嘴型可以对得这么准？不要问我为什么，好吗？这有什么好问的？你是我的歌迷，谢谢，谢谢在座的歌迷们，谢谢。拿姜子牙，可以。演员有，演员没有妈妈，真的是，大家都被演怕。什么？你去搜索《最强王者》参见。就是这首歌，好吧，你搜了自然而然就会知道是谁唱的了。你这个知道谁唱的那一刹那，估计还有点惊讶。怪你没上老板车，可怕。
干将两个边路出来了，有个默认选的，他玩打野，哈，又把我逼去辅助，这样好吗？子牙，姜子牙，缺个空。想一下，哎，为了稳赢的话，我们还是玩项羽吧，项羽真的稳，讲道理。我是中 ，I know， 霸王别姬。你这个什么典韦开个二技能正要输出的时候给他一个二技能降低他伤害，他瞬间懵了，你懂我意思吧？感谢办卡的朋友，谢谢。今天1700，明天1800，欢迎来到王者荣耀，那不就很棒棒啦。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走起来，买装备。这个才是最骚的。追不时兮，我乃红；于兮于兮，乃助火虎。乃助火虎，于兮于兮。哎，可以啊，不可以，我去中路，看没看到没，我看到了，与之一战，二技能减伤 A 一下，反手顶开他，不要让他闹，我扛伤害，我不怕，我走过去，二技能减伤了 ，A 一下，闪现吃药，你把我顶过不来，我真的是，哎，还好还好，好像并不是特别亏，你们感觉呢？弹，死了，再见了。哇，他把那个人甩到我脸上的那一刹那，我整个人惊呆了。哎，一波团战总得有人牺牲。牺牲的人总是我，没办法。你这不多走一步吗？我非要 A 你两下，哈 ，A go A， 你还 A， 你再 A， 错了没？打暴君了。这个暴君开的有点不明智啊！他们接，你是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的吗？我顶，他拿了！啊，我们打野呢，我真的是。Just say I do. Your turn.
实力翻盘。奎格暴君，奎格暴君，奎格塔，很难受。讲道理，有点难玩。我有点琢磨不透我们这边打野的想法，怎么办？我真的是摸不透我们这边打野的想法，太累了。这把开始撤退，应该是累了。太可怕了吧，这开局三杠零，这闭着眼睛要打赢了，非要去摸几下暴君，你怕不怕？我很怕。他人又不见了。哎呦，乖乖，你是真的会玩呀！这把应该是这个打野背大锅，嗯，这种开局打成这样，就那一个暴君，他要么不开呢，也没什么事儿。这开了后呢，别人接了，接了他跑了，你能勾到他吗？打得好呀。
我看到那个战况，我就知道这一把就雪宫了。他要干嘛？可以，玩开心了，这个人。我刚刚那个一技能把他顶回来，然后那个姜子牙给了个二技能把他推到高地来了，好远呢、啊。结果他就闪现，他溜了，完了。哇，这伤害，这太炸了吧！这个伤害。好，伴随这首安详的歌，我们应该跪了。这赢一把这么难，输一把这么快，哟呵哟呵，哟呵，这个人有两把刷子，打死你！哇！打不打得过啊？哇哇哇！痛痛痛痛痛痛！出魔女了！啊？不是吧？哎，有没有搞错？乖乖。哇，我的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了。可以，该炸的还是要炸的。好，GG。我这把我在梦游。没什么好跟你讲的，
好，谢谢办卡的朋友，谢谢。谢谢年少无知小灵儿，谢谢你。你为什么呀？总是打辅助呀，大仙。你告诉我为什么总打辅助啊？
他们家辅助要把这个韩信给害死了，这一看就是分了韩信经验的。这韩信到不了四级，没作用。哇，可以的，刘邦大招上去了，打不打得死？哇，可以，很强，哇哇哇哇，心疼。刘邦好像在草里面嘛，等他出来炸我。我的队友叫我过去，有杀气，不要那个兵了吧。好过分啊，这人！他让我发起进攻。等他出来打我吧，换塔了。可以，这多刷一波兵就得死。哎呦，真的是，打招，拉一下，可以，这个人死了。哎哈。韩信好像去下路带了吧？开始撤退，求集合。我在野区遭遇到韩信，并不是很怕。他几级啊？十级，那还是有点怕。不是特别好打，双 buff 试一试吧。等他过来。啊，还是秒了。这个真的是你这个。杨戬蹲草蹲到别人真的是死，二技能起手，一技能挂爆，边 A 边大招，脆皮肯定遭不住。你像这种双 buff 弹性死一次很伤，给了我一套，我反手给他一套。他们要拿蓝了，蓝，
打一波，都在找位置在，韩信差不多要到了吧，我看看，仇恨拉走了，辅助在，但也不是特别稳，看能不能帮他拿到啊，不敢帮，我看墨子在旁边有点慌，这什么意思啊，没打起来，找位置啊，哇天痛，哇这么痛，我去中路刷波血吧，不急，下路塔还差一点血，不急，我还是可以蹲韩信，我二技能起手他也得死，他没有想刷这个野怪吗？想刷，可以，被抢了，又很气，中路塔在推，给了一套，他居然开大招，这肯定死了呀。找位置不急，找点位输出，想一下下路塔还差一下，我觉得这边可以拿主宰吧，我把下路兵线带一下，都撤了，两个人走了，下路带开始撤退，把野怪都拿了，好，我有破军了，你现在有破军真的是一技能捅过去，直接连招就完了，不用想那么多，然后这个人就死了，刷五没用的呀，吃口药，不急，我就这么点血，有大招的话是可以杀这个韩信的，韩信把钉刀清了，我们打主宰吧，没想法吗，我去下路吸波血，哟，这小乔可以啊，我真的是在拼命帮他挡了，我找他反应得过来的话闪现过去挡，挡不到，这已经在往前面走了，不行，韩信减大速了，再拉回来这个人肯定就死了，你假装肯定是要打这个刘邦的，但是你肯定要打韩信嘛，韩信过来一手二技能起手他肯定就再见了，在活着面前什么，我的头，一天到晚就调侃这个皮肤没头，就一波了吧，这韩信在断兵线，哎，小妖怪，我去把这个韩信杀一下，在哪，在这儿，拉回来，这个人死了啊，一波了，不浪了，我闪现上去二技能眩晕，开起来把这个团战，好，这一波等兵线过来，我闪现上去二技能就好了，
好，开起来后直接拔基地 ，OK， 问题不大。哎呀，让我赢两把，我今天到1700就可以了，我受不了了。心好累。我杨戬还好，不是特别强。不要问我为什么打辅助，我的队友让我打辅助还对我很凶，好吗？大仙，我卡在永恒了，永恒是个好地方啊。他们让我打辅助，我有什么办法？我又在五楼，他又默认辅助，你看有没有队友敢拿个辅助？你看他们四个人把自己的那个框框都隐藏了，就我一个人是大家看得到我能玩啥的。开始了，你看，我不说话，他们的位置都分好了，然后后面两个位置就开始很紧张了，是不是？三四楼，你相信会有人把辅助选出来吗？朋友们，挑选英雄，你看，大家看，是吧？花木兰一选。你看这个三楼，你觉得他是辅助还是打野？哎，你别，我辅助你，你好好选英雄啊！我真的是好怕呀！你好好选英雄，你别搞了。三楼你是辅助吗？朋友，你是不是辅助啊？随便吧，你这不能太随便了吧？他随便吧，我听他这个随便我就很慌。我应该带坦克铭文的。本来想花木兰的，后来发现我们这边不是特别肉，还是选肉稳。我为什么带了个闪现？我受不了了，我为什么是闪现呢？五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我带个闪现有个鬼的用？全军出击！乖乖，可以的。探了一圈，我不希望说那个百里守约在这里蹲枪。他在这里蹲枪给这个你呀呵，
你说烦不烦？我牵挂着别人，别人牵挂着我。我诱惑是不是？我的队友暗示我，气不气？你要死了哟，气不气？我闪，气不气？啊，开玩笑，闪现有没有用？啊，当然是有用的呀。哎，别闹啊！嗯，我怎么感觉下路要爆炸了？乖乖，这么准的吗？哇，这么多人，我接枪了。哇，真的是刺激，我这出门就回来，你说烦不烦？他终于要有大了，你能别搞吗？你到底崩不崩我啊？秀了，忘记买装备。心有点累，他把塔给推了，你开大招好吗？哎，有没有搞错啊？
Yeah.
真的是难咯。哎，终于有个辅助了呀！完蛋。等一下出去，我把这个啊，这人为什么呀？我真的好烦呐、啊！打一晚上，打一盘，打野都不让，都爱把他们当儿子养。我方挑选英雄。
人正确的绝望。请求集合。请求集合，有权保持。
一波了吧，都当祭品了还不一波。一波了一波了。哎，不是，是真的是啊，别人他不让我打野，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打野还是可以的呀，有一说一，思路比较清晰，给我一个好的辅助我就能飞呀，是吧？给我一个我一样的辅助，哈哈，我就能翱翔啊，你看到没？开什么玩笑啊。我说要打野他们不让啊，我有什么办法？大家都会觉得打野比较厉害，其实打野看辅助，有一说一，这一盘是那个辅助会，你节奏才能顺。你记得吧，你给个信号，这个辅助他知道你要干嘛，就很就整一盘的节奏他就会很流畅。你这个你玩打野的话，这个辅助不会，其实你也很难受。他就是个团队游戏，这真的是有一说一，你懂我意思吧？主要是这是个微信号，我切到那个黄金号我就切不回来了。我今天就想上个一千，我就想上个一千七，这怎么这么难呢？我这里又忍不住要聊一下天了，你懂我意思吗？就很多同学他总在问我到底哪个队伍段位难。其实我去黄金体验过，我也去铂金玩过，
星耀是我常打的，是吧？我一般星耀排位起手，然后会打打王者局，打打巅峰赛。这个巅峰赛啊，就是队友脾气比较大，你懂我意思吧？然后你就不是那么好赢，这个排位到二十星了也比较难，好吧？最难的那莫过于咱们这个钻石段位。钻石段位前面有两个这个永恒两个字，可能这是策划之间给了我们一些暗示，所以说如果你在永恒段位的话，我建议你调整好心态，好吧？这个段位啊，不是你那个随便能冲出来的。假如说你从这个钻石段位啊能冲出来，说明你离这个王者就不远了，你懂我意思吗？是吧？你恰一看他是钻石的，不是，你这个时候啊，对这个星耀五的同学啊，是油然而生一种敬意，你懂我意思吗？你不要看他简简单单是星耀五，你看这个人刚好星耀五上来有一两颗星，这个人是被敲打过的，是吧？你不要去看他什么王者一颗星都不厉害，星耀五一颗星很强。那至于说如何从永恒段位升上来，对不对？当然是选择屏幕下方微信公众号先有 game， 扫描这个屏幕下方二维码，发送英雄名称，首先你就能掌握备战跟名额了，以及各种上分英雄小套路版本前沿资讯都在微信公众号先有 game， 你懂我意思吗？啊，上分好帮手，扫屏幕下方二维码，上个厕所等我来。心慌张，